啊，我被揍了，谁揍我啊？是骷髅，骷髅。还有，我不想把剑丢出去。骷髅把僵尸射爆了。哦，为什么一直下雨啊？很烦呢。这边有一支剑，你可以拿下来吗？应该不行吧。原来是装饰用的，所以。就骷髅射的呀。你背上有一支剑呢，你屁股中了一箭。你屁股中了一箭。我屁股中了一箭。对啊，你看你屁股。我尾巴了。有红屎吗？有哦。那个岩浆那里，你要看吗？哦，好哦，挖点红石，我们可以坐那个矿车直接来回跑，应该比较快。瑞，太暗了，有点太暗了。瑞，那怎么塞的？瑞崩塌了。怎么崩塌了？我插个火把而已，一堆历史都崩下来。黄金呢？哦，有黑曜石哎，我发现了。这边好多鱼哦，一二三四五条鱼。对啊。哎呀。我要带过去对面。用那个石头把岩浆堵起来，这样鱼就不会再挂掉了。嗯哼哼，聪明的我，聪明如我。我正在铺路。鱼游过去了，鱼游过去了，鱼都游过去了，鱼都游过去了。应该不会死掉了，因为我没有卵石、欸，你有吗？有啊，三个。啊，才三个，那我啊，鱼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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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。哪里的鱼要死？这里啊，你们看这里就在跳。我可以铺泥土吗？可以啊。鱼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被你拿掉了？没有，应该是被在水流。在水里面跳，你看鲑鱼在往上游，掉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在水流里面啊，在水流，可以，分数幸福，哦，这好大空间哦，有没有黄金啊？没有黄金就不能坐那个动力铁路了，动力铁路不能坐，你要坐钓竿吗？我不小心打了一只鱼下来。我要怎么战术性捕鱼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第一次听说过这种东西。用桶子啊，然后鱼呢？怎么不见？跑到另一边？应该有水吧？是不是桶子要有水才可以捞鱼，还是怎样？不用哎、欸。真的吗？天，我快爆了！怎么爆了？我人也快爆了，你人快爆了，为啥？啊，我残血。你快逃呗！有看黄金 的，就在我头上而已。我是笨蛋，这里而已啊。哪里？我要看。给我看黄金，你在哪呀？在这里啊。哦，走，就在头上而已、啊，这边找了半天找不到，太搞笑了。这是黄金，这看起来好像铁哦。哦，真的耶，我看到了。哎，它在那里。我就记得我看到黄金，但是就一直想不起来在哪里。我在下面接黄金。什么？我接到了。拿去烧。我接到金矿了。好啊，拿去烧。对啊，我们要做那个铁轨。你为什么要继续挖？要做那个动力铁轨。对啊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搭矿车上下跑了。哎，没什么东西可以烧。哇哇哦，生鲑鱼，我可以烧生鲑鱼来。对，这边加速不够快，太惨了。加速不够快，只能跑一半而已。欸、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会有僵尸？你哪来的？你谁呀、啊？
为什么要搭我们的矿车？为什么加入在上面？太奇怪了。你看我那边明明我也点火把、啊，不应该生怪吧？不知道从哪里吸过来的吧？所以黄金不够了，要更多黄金才足够有动力冲上去、啊。这边只能冲到一半就停了。对啊，要更多黄金铁轨。动力铁轨也是黄金做的。对啊。哦，有上去了。没力的。下来了。动力不足。对啊，动力不足。所以这个东东还会把那个送上来。我们需要更多的黄金。我喝个蘑菇汤。